现在外面多少度啊？现在零下十见啦，朋友！赶紧走啊！渣！把这个糯米粉倒进这个 mix bowl 里。这个是白糖。可能会减一下量，不希望做的那么甜。Baking powder。接下来预热一下烤箱，我用 lower oven bake， 上面说调到340 ，OK， 现在已经 preheat 好了，我就把它放进去。先烤了35分钟之后，拿出来是这个样子，感觉还需要再烤一下。这个要放在冰箱里面，要用保鲜膜弄起来。这里面这个都没剪掉，我不知道有没有，行不行？感觉有点裂开了。裂开没关系，你怎么做这么多？哦，我不知道这个好了没有哎。哦，好了不？好了，应该好了吧？嗯。我里面还放了一些椰奶，吃饭啦。嗯，这两个里面我都有放昨天做的那个鸡里面的那个鸡汤，还蛮香的，好吃不？嗯，好，吃饭啦。这段情就算曾经有过。
这边都要把这个雨刮器给竖起来。咯吱咯吱的声音。觉得看完《流浪地球》，觉得这才是好像到电影里了。你看，哇，感觉我们要去流浪了。好厚啊，这个雪！下的。车红灯，它就这样开过去了。唉，它不停呢。前面感觉就已经开进了一片迷雾中，风太大了。天哪！这条车道被雪覆盖了，没人开，因为哇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怎么中间在哪儿？这条车道已经没有了。其实是这条车道没了，然后只剩这一条车道了。雪要是已经那么厚了，要是要今天晚上，明天今天晚上不扫雪的话，他们今天晚上要是不扫雪的话，那明天早上肯定完蛋。明天早上这个路都开不了，就开不了了。除非有车吧，这边的雪，你看这边雪也这么高了。好个圣诞老人。哇，来看一下昨天晚上的雪到底有下了多大。哇，我的天哪，这个是我昨天做的红豆年糕，感觉我尝了一下味道还不错，可是感觉这个卖相不是很好，下次继续努力啊。我给我妈看了，她说这个像面包不像年糕，确实好，这个感觉好厚实啊。我现在去邻居家拿着我做的年糕，妈呀，天，有朋友作为邻居的好处就是随时可以一起搓一顿，你不进就是好，别进就是好。这个里面我们没有什么萝卜啊什么的，所以我就煮了那个羊腿汤。看一下，哎呀，还是蛮丰盛的嘛。对呀对呀。漏了。啊！大晚上的，这个人在铲雪，因为家门口。
根本都没法走路了。看雪山。雪山。堆得好高啊。有种他在打地道的感觉。铲出了一条路，我今天铲的时候根本都铲不动，没力气。我告诉你，今天铲完了以后，晚上估计会全身酸痛。哈哈哈哈哈！毛病啊！鞋子不错啊，哪买的？跟我的一样。太滑稽了。跟我的一样。我帮 3D 打印了。就来这儿铲。这还有一个人。这姿势。这真的好像在挖地道啊。哇。那我站到这个地方。我这个雪哦。你看我站到这儿，这雪在我哪？在。哇，在你屁股那儿。天哪。腰了，要不要架了？我都坐上面可以。我的天啊！啊，真。看一下这个雪。今天运动量够了是吗？这铲子插进去都一半了。看看这个人的腿。没腿。这裤子还能看吗？这裤子还能要吗？这鞋要。下一穷。还来给你赞小美呢。还要赞小美呢。哇。上，我地被你铲坏了，地被赔的赔。好了，嗨，我现在要来开我的礼物。什么礼物？情人节快乐！情人节快乐！这个人终于回家了，看一下有多少东西。全都是买的家具，怎么这么多啊？你倒进来呀。嗯，超级多。等一下，我跟你一起扒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是床。特别了，明天周六不过还要上班，不过这一周是 long weekend， 然后我们后天就要去蒙特利尔玩啦，耶！就等我们下周的 vlog 吧，拜拜。